觉得呢，我的小白鼠。 小白鼠，让我们继续来做那些有趣的事情吧。
实验开始了。是没见过的新品。程度而已吗？感觉有点无聊呢。实验开始了。真是脆弱呀，你觉得呢，我的小开始了。程度而已吗？感觉有点无。实验开始了。觉得呢，我的小白鼠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，跟我来。
跟我来。就交给你了。不要擅自停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好鱼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漂亮的一阵。速速回去办场庆功宴吧。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在那边吗？好过去，不试试我新研究的阵法吗？
后就交给你了。偶尔徒步行进倒也不错。战局千变，皆在吾辈预料之中。
开始清扫战场。目标出现。休息能消除疲劳。不成，苍生涂炭，天下不朽。武神在上，大恩一斩。任务完成，让您久等了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在那边吗？就交给你了，在那边。北斗诛邪，除凶去妖。
请随我出战。重力压制，发芽后不足以伤害心爱的朋友。这样的一战，速速回去办场庆功宴吧。
莉莉亚，出击，发现坏蛋。战斗结束，莉莉亚想回去睡觉了。
一群爱捣乱的小坏蛋们。
久违了，战场。收到。
今天看花船的人也真多，乌泱泱的。还好今天飘的都是高桅艇，我至少能看到高高翘起的船尾上挂的兰花花灯。反正看过船尾，那边算是看过花船了。船本来就是给你这种没见过的人看的，我可是来过很多次了。啊，那是凤家庄的铺子吗？我想吃红豆糯团了，还有糖葫芦。正是因为我来过很多次，所以才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。还有在这七夕街市上必须得尝尝笑叶儿，那油面糖蜜可是裹得真甜，虽然有些粘牙。嗯，奶糖圆子成沙团子各三个，桂花糕一块，多撒白糖。别忘了去转角小毛孩那里烧烧乳饼两副，只有他家的最好吃。刺客先生，我要那个，给我买。有捏糖人的，快走快走，再不快点就卖光了。这样你就满意了吧？之前你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吾辈实在忍不住，就一时兴起逗逗你。看你这么开心，该不会是当真了吧？是谁？你说说是谁啊？我说像就像，走吧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，跟我来。在那边吗？背后就交给你了。试试我新研究的阵法吗？地在云锤，天赋风扬。在那边吗？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跟我来。战局千变，皆在无被预料之中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发言，到我了，跟上我。援军已至，双臂压制，发呀发呀发呀，到我了，你中计了，北斗诛邪，除凶去妖。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在那边吗？好，你中计了。哈，游戏结束。哎呀，到我了。吾辈在此。
Impact， 到我了，你还差了点。Yeah.
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。来点火花怎么样？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决战的时刻到了，预备，点火！热身完毕，接下来，现在是 Kiana 时间。决战的时刻到了，披风变长了，还有些不习惯。我会烧尽这片黑夜，让光芒照向远方。辛苦了，来，一起去我的实验室喝杯茶吧。那个，想和我一起去逛街吗？你好，杜鸦娜塔莎西奥拉。听候你的指示。花了不少钱呢，不过一分钱一分货。
战开始了。让我们实验开始了。实验开始了。
雷鸣将至。走吧。开始行动。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。觉悟吧，怒吼吧，巨力伽罗！
属于我。Yeah.
别让我太失望。有种奇怪的力量让我不能动弹。飞起来了，不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行动，绝不放过一个敌人。雷鸣将至，走吧。急如雷电，
吼吧，至于利加罗。是我习惯的节奏。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
的舞台。要来杯下午茶吗？有人说过，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美妙的约会，要来杯下午茶吗？有种奇怪的力量让我不能动弹。哒哒哒哒哒。嗯，劳逸结合。稍微休息一下，养精蓄锐。
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这个很强，来打我呀！急如雷电。行动，杀意。要稍作休息吗？别花太多时间。我有必须要去完成的事。开始行动。将我的剑化作雷光。也和他一起来过这里，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。走吧，将我的剑化作雷光。绝不会手下留情。还是得靠我，来打我呀！有人说过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可爱的人，你的心被……任务，要来杯下午茶吗？
有人说过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要来杯下午茶吗？有人说过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一次美妙的约会。要来杯下午茶吗？有人说过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可爱的人，你的心被我俘获。任务，要来杯下午茶吗？要认真起来了。有人说过今天的你。It's my time. 狂风，臣服于我。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不羁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是我习惯的节奏，准备好了。是我习惯的节奏，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是我习惯的节奏，准备好了。是我习惯的节奏，飞起来了。
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苦了点，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记一下，养精蓄锐。不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有点意思。有种奇怪的力量让我不能动弹。不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德丽莎大人，请您尽管吩咐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应该能找到一些可以过来帮忙的女武神，这样德丽莎大人只需要专心寻找列表中的一部分物品就好了。太好了，这样就帮大忙了。至千里，you
关系。要来杯下午茶吗？一次美妙的约会。有人说过，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一次美妙的约会。有人说过，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要来杯下午茶吗？有人说过，今天的你很迷人吗？该我上了。琥珀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这边已经收集好了。我们这边也收集完毕了，德丽莎大人。好，再检查一遍吧。如果确实没什么遗漏，那我们这就回去。
击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雷鸣将至，开始行动。杀意不断从空气中传来。这真不怪我，拆了的时候也没人和我讲你们要用嘛。听命的女武神部队有时会在这附近接到勘探任务，测试崩坏能浓度什么的。啊，苏珊娜今天刚好在执行这样的任务，我还陪她回收过那个崩坏能装置。苏珊娜吗？的确，她的话很可能有类似的装置，而且如果目的是勘探的话，应该确实可以测量出微量的崩坏能变化。我们这就去找她吧，我大概知道她会在哪儿。是我习惯的节奏，准备好了，飞起来了。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It's my time!
了断。来打我呀！行动，走吧。苏珊娜，哎，是德丽莎大人，还有琥珀大人。为什么看到琥珀的反应比看到我还大？因为琥珀大人是我这次绩效考核的汇报对象。琥珀大人，我没有在偷懒。放心吧，苏珊娜，我们现在不是来进行考核的。苏珊娜，你用来勘测崩坏能的装置还带在身上吗？哦，在的，就是这个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装置，它的精度足以测量我们所需的数据了。太好了，苏珊娜，我们想借用一下这个装置，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严格来说，出借这类设备需要走专门的审批流程。没事的，苏珊娜，这次情况特殊，就由我自产自销来批准借用了。这次不需要走流程了吗？那真是太方便了。谢谢你，苏珊娜，这次帮我们大忙了。哎，真的吗？我只不过是出借了一个平常没什么人用的装置。总之，真的谢谢你了。走吧，琥珀，这样一来，测量崩坏能的装置就搞定了。嗯，德丽莎大人，琥珀大人，二位慢走。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。不羁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博士，我们回来了。嗯，这边也刚好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我在担子上列的东西都找齐了吗？是的，都在这里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对实验场地进行最后的布置吧。博士，我也来帮忙。来吧，人手自然越多越好。最后使用小型无人机，从50米高度向目标容器内持续注入崩坏能，进度50%、75%、100%、125%，实验随时可以开始。德丽莎女士，了解。犹大的誓约，启动。
容器中的崩坏能含量归零。德丽莎女士，稍微减少一些神之剑的功率。明白了。很好，容器中崩坏能含量42%、45%、50%，就保持这个数值。收到。现在，记住右侧锁链的输出功率，准备用功率相同、相位相反的方式，尝试操控左侧锁链对目标进行共轭输出。准备完毕。听我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容器中崩坏能含量100%、125%、150%。哇，也就是说，两股不同的约束之律者全能，如果按控制好的方式叠加，他们的确会相互抵消。哦，看来的确如此。约束之律者的全能，简单来说就是消除其立场范围内的一切崩坏能，所以仪器指数在一开始会下降归零。但开启了左侧的共轭输出之后，仪器指数却回到了100%，并随着崩坏能的持续注入而继续上升。这就说明两股全能彼此相互抵消，使得新注入的崩坏能得以保持在容器当中。倘若两股全能是单纯的叠加关系，那么仪器指数会从50%降到0%。嗯，长光分析得很清楚了。相互抵消的全能，琥珀，奥托他也知道这一点吗？奥托主教只对此有过猜想，但据我所知，并没有进行过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实验。不过，毕竟是那个人嘛，就算说他在我们所有人出生之前，其实就研究透了这些事，恐怕也没有什么好让人奇怪的。无论如何，今天的实验都对我们研究律者全能的课题有很大启发。谢谢你了，德丽莎。嗯，也谢谢大家帮我完成这个实验。怎么了，博士？你似乎……哦，没什么。我只是在想，但愿这次实验的结果，永远也不要有派上用场的一天。确实，但愿如此啊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永远都不会累呢，小白鼠？再不休息的话，下次醒来可就是在我的手术台上了。辛苦了，来，一起去我的实验室喝杯茶吧。总觉得最近总是很困呢，我不会是要冬眠了吧？你是在渴求我的祝福吗？别担心，我会把它给你的。想让我给一个解释？无知是他们的罪过，不是我的。你是在渴求我的祝福吗？别担心，我会把它给你的。觉得我最近好像又变小了一点，哎呀，是你看错了吧？